小天使，小天使是这一个，好，这个也不错啦，好不好？大家喜欢这个吗？那喜欢的朋友一样吸引他的注意，好不好？年轻人不要再害羞了，把握这个机会，可以靠近我们的青岛妹妹耶，亲自贴身的为你服务，好不好？让你套圈圈。好了，来，我要数一二三，想办法吸引他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。那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六个圈圈，看谁套的最多。